看我的三道棍，你看我的三道棍在干嘛？他去喂鸟。看来这今天中午没有吃完的餐盒里面的饭去喂鸟，他真的是一个很傻的就没傻到过你。我不喜欢狗狗，喜欢猫咪，他也很喜欢小孩子，然后他现在他不喜欢动物了，他在喂鸟。刚刚有很多鸟叫声，可是现在都不知道跑去哪了，然后还在等鸟的出现。隔壁很多鸟，他等不到鸟。隔壁很多哎、欸，隔壁很多鸟啊。放不下来、啊。隔壁呀、啊。